直播吧八月九日讯，北京时间八月九日19:35，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在中国 U23 和伊朗 U23 间进行。上半场，张玉宁闪电破门，姚军胜任意球破门，张元再入一球，阿萨迪扳回一城。下半场，对方加强进攻击中立柱，并利用高准翼的乌龙扳回一球，最终中国 U23 国奥3-2战胜伊朗 U23。两队都将出战接下来的亚运会比赛，中国队同阿联酋、东帝汶和叙利亚同居 C 组，而伊朗则是同朝鲜、沙特阿拉伯和缅甸分在 F 组。首发方面，张玉宁和黄子昌搭档锋线，姚军胜和何超出战。开出第二分钟，中国队闪电破门，陈彬彬前场抢断，对方后卫传球后横传，张玉宁门前轻松推射得手，1-0。中国队领先，第九分钟黄子昌前场突破时被对方放倒，赢得任意球。随后姚军胜的打门被人墙挡出。15分钟伊朗开出任意球，后点头球摆渡后陈威出击将球没收。16分钟何超中场丢球，随后对方一脚远射偏出球门。16分钟姚军胜中场长传，张玉宁在对抗中倒地赢得任意球。随后姚军胜直接打门穿过人墙飞入球门，2-0，中国队领先。21分钟伊朗队球员禁区前沿连续摆脱后扫射偏出立柱。24分钟何超出现伤情，比赛也进入到补水时间。26分钟伊朗队小将禁区内突破时在中国队两人夹防下摔倒，不过裁判没有表示。27分钟陈彬彬右路传中，刘洋后点头球摆渡被对方门将没收。31分钟伊朗队右路内斜后打门，陈威将球一挡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底线。35分钟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刘洋左边路传中，张元插上门前轻松推射得手，3-0，中国队领先。37分钟伊朗队远射被陈威没收。39分钟刘洋后场丢球，对方传球被高准翼一挡，阿萨迪的球扫射破门，3-1，中国队领先。44分钟张玉宁前场争顶时同对方发生碰撞，1分钟补时后上半场结束，中国 U23 暂3-1领先伊朗。一边在战中国 U23 进行人员调整，韦世豪和陈哲超替补登场。47分钟伊朗队开出任意球，对手前点头球一蹭击中立柱弹出。49分钟伊朗后场长传，陈哲超冒顶，对方单刀打门被陈威用腿挡出。52分钟对方扳回一球，高准翼没有注意到门将位置回传，却直接滚入球门。3-2，中国队仅领先一球。55分钟对方大动作放倒雷世豪，随后任意球开到后点，高准翼跟上打门高出了横梁。60分钟伊朗反击中远射偏出立柱。64分钟陈哲超禁区外抽射击中防守球员弹出底线。67分钟比赛进入补水时间。69分钟雷世豪送出精妙传中，对方门将出击将球击出，同时和队友相撞受伤失去意识，随后他被救护车抬离球场。75分钟姚军胜角球制造对方禁区内混乱，伊朗一脚解围击中中国队员弹回球门，对方立柱前将球挡出。76分钟中国队右路传中，对方头球解围落到后点，徐有刚跟上扫射偏出立柱。82分钟张玉宁被龙城替换下场。83分钟伊朗前场抢断后直塞，龙城补位将球破坏。87分钟伊朗替补门将出现受伤情况，经过简单处理后他回到比赛中。5分钟补时后全场比赛结束，最终中国 U23 队3-2战胜伊朗 U23。 中国 U23 出场阵容：一陈威，28邓涵文，三刘一鸣，46 22徐有刚，五高准翼，四刘洋，19张元，46 27陈哲超，六姚军胜，88 20曹永静，17何超，11陈彬彬，57 8冯博元，
十三黄子昌四十六七为世豪，九张玉宁八十二二十四龙城替补位出场。二胡瑞宝十唐诗十五巴顿二十三周玉晨二十六张华晨三十一李正三十二南松